这就误事啊。治一治吧。 你变成人了，谁偷我去送那个镜子呀？不行，我就把你打回原形啊！嗯，你跑什么呀你？站住！站住！金毛，你给我站住！ 金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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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过来，嘿，你看看我是谁，咱俩一块来的。 过来！你给我过来！过来！你说我把你当成人还是当成兽呢？ 哎呀，算了，我还是把你打回原形吧。嗯，镜子呢？啊，镜子呢？佛祖让他送的那个警石宝贝镜哪去了？你是不是俩村里了？你，哎，施主，施主。 施主，施主，施主，哎，施主有你，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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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施主，你们这儿都什么习俗啊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脑袋着火，屁股冒烟？我们这儿来了个玩火的妖精。妖精？啊，赶走啊？赶？啊？没想过。哎，这人脑子有病吧？哎，金毛，下回再让你救火的话，把水往人身上泼，不要把人往水里扔，明白了吧？是主人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嗯。好浓的妖气啊。啊。主人，什么是妖？妖气怎么飘忽不定？主人，什么是妖？这个妖啊，就是虎鹿熊猿这些飞禽走兽幻化而成有人形没人样的东西，明白了吧？哎，没说你，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拽。我帮你捉妖。你离我远点，你身上味儿那么大，我连妖气都闻不着了，知道吗？讨厌。果真有妖。哎，
不罚你俩回原形。过来，主任，主任，过来！你跑，我让你跑！我，嗯，下回再让你救火的话，把水往人身上泼，不要把人往水里扔，懂了吗？主任，我来救你。白瞎你这张人品！你说我把你变成人，你还是人面兽心，一点人样都没有。那什么是人啊？你现在这就不是人样，你自己照着镜子看看。好的，主任。哎，你干嘛去？长得漂亮又能怎么样？白痴才会喜欢一个布娃娃。金毛，过来！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就烧光你的衣服。怎么才做一块人样？本来就是妖，干嘛要人样啊？可主人让我有个人样。你干嘛老听臭和尚的？你没脑子吗？他是我主人。你是妖，你竟然和抓妖的和尚一起混，你真是天下最笨最蠢的妖。哎，你干嘛不理我？我叫小蜜，你走吧，和尚要来抓你。金毛，金毛，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自己是布娃娃是吧？你玩火你更容易自焚，知道吗？啊！每个人都有新衣服，就小蜜没有新衣服，我就要烧光你们的衣服。少废话，咱们接着来。放开我！
咬他你。是女儿城啊！哦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黄毛小子？男的还是女的？黄毛小子，男的吗？男的。啊！我们这里自古以来就没有来过男的，就是来了也让别人疯而抢之，岂能让他走了？哎，和尚，你等着，我过来跟你慢慢说啊。和尚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，在这里好好享受吧，少不了你的好。哎，大家快来啊！这里来了个男的，大家快来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住他了，别让他跑了。你是小蜜，你记得我的名字啊？嗯，为什么救我？同类相亲。同类相亲，那我赏赐你亲我一下。别磨磨唧唧的了，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。现在是不是能放开我啊？哦，那你之后准备干嘛？我本来就是一只妖，但是我想要做一只自由自在的妖。你还有的救。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妖有妖的说道和规矩，想要做一只成功的妖不容易。不过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啊。真的？当然了。哎呦！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女的啊！修远，我的命就那么卑贱吗？清魂之夜，你竟然舍我出家而去，连一点最卑微的脸面都不给我留。你谁啊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？
求你，哪怕你再看我一眼，抱我一下。不对，这是什么？想困住我那么容易？老子早就断了尘缘了。你能忘，他忘不了。做你的和尚去，连我都普渡不了，还谈什么普渡众生？好你个碎嘴的妖精，把老子扣着跟你扯淡，老子不陪你玩了。哎，和尚别急呀，我们才刚刚开始。你将金毛猴变成人，我同样可以将金毛猴变成兽。你若能度化他，就算你赢；你要是输了，可就永远活在这儿了。金毛猴也是你撺掇的吧？玩吧。不过你得先有命出去。二客官，菜齐了，慢用啊。发现你是妖精，怎么办？这些男人把长得像我这么好看的小姑娘都叫小妖精。哦，金毛，他们在笑话你。笑不是代表开心吗？哎呀，这个笑不一样，他们是在笑你傻瓜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做人就应该要有面儿。那你就过去瞪眼睛、拍桌子，讨回男人的面子。瞪眼睛、拍桌子。Oh!
小蜜，小蜜，金毛，你是个妖精，不能太善良，往后的前途无可限量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大哥，这黄毛崽子还真挺抗打呀！调教调教，让他跟我们干。听到没有？我们大哥看好你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学一下？学什么？这小子是不是有点傻呀？学做人呢？你看你那傻头傻脑样，人都做不来呀！我不是人，我不要学。不是人啊？我们都不是人呐。那就跟我们一块儿杀人放火。我佛慈悲，不杀生。慈悲，逗我玩呢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慈悲。嗯，走。过来。进去啊！进去了！仔细看清你自己，你生性桀骜不驯，你本来可以俯视苍生，蔑视神威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岂能受尽凡夫俗子的戏弄？东西，我是找你呢，我。我是来说正经事的。你把青毛拐走，你跟我有什么正经事可谈啊？你给我站住！那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没什么可说的，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。你给我站住啊！你站住！你哎，停！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跳下去了。到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这个臭和尚离良家少女跳河自尽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说。金毛让妖怪抓走了，我要你去救他。妖精。你说你长得怎么这么漂亮？哎呀，你真帅。大爷再喝点，多喝一点，姑娘。各种形态，这就是人真实的一面。他们像什么呀？八重，好，你终于找回本性了。你本有资格领受万物顶礼膜拜，为何低眉垂腰的去做个小八重？想想。施主，施主，施主，出什么事儿？着急忙慌的。这村里出来了个金毛怪，金毛怪，大家快走啊！金毛才不会呢！施主，阿弥陀佛，这金毛怪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？你们这么……哎呀，师傅呀，可怜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七八
个，七八个。七八个什么呀？七八个猪羔子。哎，吓我一跳。全让金毛怪给咬死了。金毛怪的事儿包在我身上，这个您放心。大家都回来，来救星了，别跑了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当真能降住金毛怪？那当然，那我徒弟。徒弟？哎，你连徒弟都救不好，害怕。金毛回归兽性有你什么好处啊？金毛既是猛兽，回归本性理所应当。不过和尚，你明知他是四足兽，却让他做人，人没做成，反倒犯下弥天大罪。你输了，还不将千年修行交出来谢罪？可以啊，现个身，亮个相啊！来，现在还不到和你面对面的时候。金毛伤的人越多，你的罪孽越大。哼，我收拾完金毛，我再收拾你。哼，你闯的祸是吧？我只是金毛，和尚又开始对你指手画脚了。难道你忘了，我们从此以后不再受人摆布？
是我又怎么样？还真是你啊！所有那些凡人都是你害的。锦毛，你的法力在他之上，他能奈你何呀？妖精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迷惑的是佛祖座下的神兽，他出事你也跑不了。我只是来观战的。佛门是容不下你这孽畜了。你满口仁义道德，可怜这么一个无害的小布偶娃娃，你也是够狠的呀。妖孽，你想挑拨我和金毛自相残杀，你和尚，你是渡得了别人，渡不了自己呀。你是渡得了别人，渡不了自己呀。渡不了我自己呀。
金毛，是我把你变成人的，可我又何曾把你当成一个人看待过？我以为是何方神圣，原来是一个搔首弄姿的女人。和尚，你不懂，这女人味儿，柔软无骨，媚态十足。拉倒吧！你不是成天想着找人家吗？我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收你的。法力，多少年来斗败我的只有一个人。既然你已经败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我是静灵女王。我够坦诚吧？你是够坦诚的。人金毛开启佛祖封印把你放出来，还教人为恶，你还把我圈到这幻境世界里，你这破镜子有两下。镜灵女王，你拉倒吧，
什么精灵，什么女王，一破镜，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我问你，是不是我这神情俱灭，你就逍遥自在了啊？是不是？你以为呢？佛祖上次历练之后，就将我封印起来。啊！我在这暗无天日，度日如年。啊！我好不容易又自由了，我岂能再让你盖上这封印？你自由了，我就不自由了。啊，所以你才挑唆我和金毛斗，是吧？啊，是不是？我只不过是顺应万物之天性，轻轻一推，你们自己就动了起来。你有两下子，你有两下子。嗯，和尚，你知道你的肉体在哪儿吗？肉体在哪儿？哎，还在这儿啊！哼，话不了解喽。哼，只能求金毛服了。别人怎么样，跟我们无关。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了。你看看，真是个笑话。是。哎，金凡，好久没见。我请你吃饭。我请你喝茶。哎，我有正事儿，金毛。金毛，你看，我有正事儿，我跟你说，金毛。金毛，你看看，你等会儿我，金毛。哎，金毛，你等会儿我，你走那么快吗？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哎，这下不错。是是是。金毛，我重新道歉行吗？啊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啊，别的一根筋好吗？哎呀，哎，你看。镜子又使阴招了。
活了一千多岁，陪伴过数不清的人，可我在别人眼里就是个随手可以丢弃的布偶。只有你把我当成一个人，只有我把你当成人，而且你是我的女人。答应我，永远都不要离开我。我答应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去天尽头过自由自在的日子。对，我答应过你，我要带你去天尽头，带你过最自由的生活。上嫁衣，坐在洞房里，哪怕让你看一眼抱一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，金毛，我还是帮你一把吧。剩下的事儿就看你自己的啦。我可是消耗我自己的元神来帮你啊，一旦机会失去，可再也没有了。
老天爷真的开眼了，我好开心。今天做了你的新娘，就算离开世间，我也知足了。你是我的女人，谁也别想带走你。好啊。金毛，不要离开我！我元神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我只能再帮你多撑一会儿，赶紧说呀！老天！求求你放过小薇，以后别去骗我，我愿一命抵一命。不要，不要，金毛，不要，老天。回原形，有本事你也把我打回原形！你听我把话说完。金毛，你变成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确实是我造孽，所以我想是不是把你带回佛祖那儿负荆请罪，我再把你打回原形。可是我怎么打呀？啊，这么打！为了成全你，我耗尽元神，你这么对我，
多谢师父成全，金芒，开心的一刻也是天长地久，和尚的恩典我是还不了了，你去还吧。金毛错了，你明白就好啊。咱们躯壳还在界外，咱得回家呀。回不去了，金毛杀了人。你没杀人，那全是假的。假的？全是幻象。那你还总骂我？就这个是真的。金毛，我保证我再也不骂你了，咱和和气气收了妖，咱们就回家。看那儿，没人洗澡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哎，你收他，不是说好一起去吗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一切都是虚幻之相。我是和尚，你是兽，你去啊，你去呀。金毛，老和尚又在骗你，你想跟着他吃斋念佛吗？那多没趣啊。我可以让你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。什么玩意儿啊，就这么点定力。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叫蜜活过来。不对，换一个。那让小蜜能陪我说说话。我可以让你变回真正的男人。
道了吗？告诉我，我想听到。这么没出息的东西啊，一点都经不起诱惑。你又骂我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错了还不行吧？你来过这儿，你得告诉我怎么出去啊。我不记得了。这是赢了还是输了？这破镜子跟我斗来斗去，吧唧它碎了。不是，我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不合常理啊。我只不过是顺应万物之天性，轻轻一推，你们自己就动了起来。先生啊，你撺掇金毛和我反目，不过是为了你自己渔翁得利啊。悟性比我想象的高那么一点点，不过今天大开杀戒，还让我颇感意外。这儿的一切都是虚妄之相，你骗得了凡夫俗子，你骗得了我？拉倒吧你！何为真，何为假？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十月怀胎，都有生老病死，你置身其中，久而久之，又如何说它是虚妄之相？那你得告诉我，什么不是虚妄之相？我可就相信我自己，据我所知，这儿的一切不过是你的傀儡。你看静灵女王就是你的傀儡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又想把金毛也变成你的傀儡，你有两下子，你不简单啊。我就是这个世界的造物者，我是这里所有人的脑子，我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命运，编造了故事。顺应万物之天性，轻轻一推，这个世界就动起来了。心随我愿，多么美妙的世界呀。我佛慈悲度化世人，可是你却想把所有人都变成你没头脑的傀儡，怪不得你那么害怕我渗透玄机出去呢啊。那你没想到过今日能踏进来不也是我的安排吗？就你能安排我和金毛的故事啊？你和金毛是外来者，我编排不了你们的故事，可是在别人的故事里同样可以让你们动起来。小蜜，金毛别做傻事啊。小蜜，你看看，你不动别人推着你动，这叫身不由己，你永远也跳不出我的世界，你迟早也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。哼。
想得美！和尚，跑来跑去，你又能跑出我的世界吗？你不是小蜜，我是静灵。哦，你折磨布娃娃要干嘛呀？借他的壳来找你呀、啊，要不我再用金毛吼的力量跟你玩玩，顺便把你的内丹也吸出来。哎，金门，你要吗？怎么这？哎，我没骂你呀、啊，我是说，我把内丹给了小蜜，你也不骂。哎呀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骂你干嘛呀？哎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只是为了和小蜜在一起。哎，你快乐吧？嗯，小蜜活了，我很开心。哎，万青说的没错，还真把你变成人了。哎，又要胡闹？我没胡闹，我这我，嗯，我怎么没事？你？救命！快！救我！救我！哎！哎！别碰他！他不是小蜜！和尚闭嘴！嘿！哼！破镜子，你通过控制小蜜的躯壳拿到金毛的内丹，但是你一定没想到界外有人在焚烧我和金毛的躯壳，金毛！你的内丹就在他体内，但是他现在已经被破镜子控制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救命！救命！别过去！金毛。救命！
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金毛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可是，我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。他就神形俱灭了。小明，小明，佛法无边，为什么救不了一个人啊？你救不了他，小蜜生来就是我的傀儡，他在这里再轮回千年，也逃不脱不我的命。不想再做伯侯了，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不了主，要这躯壳还有什么用？金毛，成全我们吧，成全我们吧。我明白了，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那个鬼镜子了。看到这一切都是幻象，所以我们现在一定是在他的躯壳之内。我们可以让他尝尝这个骨内俱焚的滋味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啊，哎，
在我的躯壳之内，你们也不会活着的。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师傅，啊！要成这样，咱怎么回去呀？哎呀，咱怎么回去啊？哎呦，我这罪过大了。回去干嘛？你忘了你的身份了，你是佛祖的神兽啊。啊，神兽也是兽。你可想好了，如果你选择留下，一天之内你肯定是灰飞烟灭呀。啊，陪小弥做人一天，胜过做神兽万年。Thank you.